主料黑木耳300克，辅料姜末5克，蒜5克，葱花2克，料酒辣椒50克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将黑木耳在水泡开，撕成小状，将姜末、葱花、料酒、辣椒放入盆中搅拌均匀，锅里放油，油热后放入黑木耳，翻炒，翻炒片刻倒入调料，翻炒片刻即可。烹饪技巧，木耳不要炒太久，否则营养走失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